嗨，大家好，现在是星期六的早上，我刚刚吃完早饭，现在要去上海图书馆看书。今天上海的天气一般般，不是特别好。上海天气一般般呢，是因为虽然有太阳，不是很冷，但是今天的天气预报是有霾，所以空气质量不是特别好。虽然今天的空气质量不是特别好，但是我还是要骑我的自行车出门，因为我平时很少有机会骑它，我的自行车特别酷。来看一下，好啦，我要出门啦。上海的街道是不是很漂亮？我再有两个路口就到上海图书馆啦。好啦，我已经到上海图书馆了，我把我特别酷的自行车和很多共享单车停在一起了。你能找到它吗？哒哒，就是这个黑色的第一个。上海图书馆是我特别喜欢来的一个地方，因为就在市中心，然后有一个很安静的可以坐下来读书的地方，很少见。去了刚刚的一个便利店，里面的东西很多，而且人更多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坐的地方。我现在刚刚吃完，买了一杯咖啡，要在这个附近稍微散一会儿步。你在干嘛？我在涂口红。看一下什么牌子？雅诗兰黛。什么颜色？乌拉索，因为是我朋友给我的。乌拉索是什么意思？乌拉索就是不知道，是韩文的不知道。OK， 好吧。OK， 我们现在走在的路呢叫湖南路。湖南是哪里？湖南是哪里？湖南是我的家乡。它是中国的一个省。上海的地名很多好玩的地方，就是它都是中国的一些城市。对，只要你来了上海，你就认识中国所有的省，长沙、浙江、温州、台州都有这些路名吗？都有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什么苏州河啦？苏州河，对，苏州。还有什么？南京，对啊，南京西路，对啊，南京东路，北京西路，对，北京东路，对的。